咪直路赛国庆杯准备。好，你一跳出嚟嘅时候啊，咁中档位置咧就小巨人都相当快啊。咁啊，再喺外栏嗰边啊，就白衫啦，白帽褪咗落去就有你共上啦。中间大藤王放咗出嚟，咁啊再后边仲有激上啦。咁啊最入嗰只美丽满载啊。咁啊中档位置啦，尾二度咧就落满加包咗落尾咧就系嗰只精辉嚟噶。好啦，跑咗一半路程啦，前面放嗰只唔知你估唔估到啦，系大藤王放。咁啊跟住第二位就激上啦。咁啊第三位咧就系嗰只咧就系小巨人啦。咁啊喺外栏位置白衫白帽有。你共享入面咧就美丽半载啊，尾位置落满格包咗落尾，仲系精辉嚟噶。好啦，最后三百零米啦，透出嘅马外栏位置仲系呢只大藤王啊。咁啊入边咧就美丽满载上紧嚟，中档追有你共享，中间仲有小巨人，入边上嚟系精辉啊。最后百零米啦，透出嘅马咧就美丽满载，但系入边追上嚟嘅精辉，出边上紧，仲有只有你共享，美丽满载赢出国庆杯啊。至于跑第二名嘅马咧，就相当接近嘅，入边位置。是那隻精輝，似乎精輝呢就有機會壓住了那隻有你共享的。至於第四名呢也都叮噹碼頭的，小巨人和一隻激上相當接近。贏馬是五，美麗滿載，跑第二名精輝。